那么接下来要上场那个喜剧人最近挺忙啊，网上随便一搜，你就看他拍了好多防疫宣传的小视频。来，浩哥，浩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掌声有请二龙湖张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身后呢就是我的家二龙湖。二龙湖对我来说是一个宝地，没有灵感了，我都想去二龙湖，自己往那一站，看着那个我的家，我就会有很多灵感。浩哥，这期作品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没有，那你跳船吧。好的。呀！太猖狂了啊！太嚣张了！别的偷鱼的看见我们保安都往岸上跑，这小子往水里钻哈！我看看你到底长啥样，来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哎呀呀呀呀！这还演呢？这是要干啥去啊？甩死你！哎呀，甩死你！快站开！